对我来说，每天探索不一样的东西是一种乐趣。我喜欢探索，然后记录，然后收藏，接着再继续探索。不管白天黑夜，喧闹静谧，或是城市里那些有甜甜味道的故事，再小心翼翼地存放在眼睛与脑海里，独自享受这些平凡日常。这就是我，Nicole。